爸爸拿起一个零食塞进了我的嘴里。又是什么呀？玫瑰啊，玫瑰啊。拿我做实验呢？妈妈擦脸的时候找妈妈告状。不用你嘚瑟，你等着，拿起护肤水就是喝。这打水呢？打水呢？是不是你惯的？你非得坑你！给他贝尔拉个垫背的呀，现在疯了吧，都飞不去呢。假装听不见，咋还走我这边来呢？这不得骂我呀？不是啥意思啊？不好意思，你胸大了。哎呗，长得挺好看的，那不能这么紧张，是吧？哦，新车这个。全是灵魂打孔的皮质座椅，两套动力系统。出去玩坐车里也爽。对着这屏幕唱 KTV， 老带劲了。我那家伙害怕，直接一步到位。不，看你对象吧，看你对象吧。你上后面坐去，咱俩边喝边唠啊。